我现在是放钱进你们的口袋。想当初我的那个年代啊，我跟刘德华、林志玲全部都是我的学生，所以你们不听没关系，最后吃亏的还是你们自己啊。上课。哇，本来我跟你等不干呐、啊，我聊哎，我跟你讲哦，你知道啊，老戴哇，是不是是我的干爸爸？那同学，你们不用急着抄笔记，我们上课不只是为了考试 ，OK？ 考试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吸收到什么，学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OK？老师这样子啊，考试不重要，是不是？我们不用考了啊，看这掉。我觉得是校长给老师的什么安排，都每次都这一句的我。不要打瞌睡啊！我多五分钟给你们 break time， 去洗脸厕所 ，set 好擦白板。Good morning, class. 不用急着上课，不用担心。我们今天的 midterm 考试很简单，每一个人都会 pass， OK？ 一定会 pass 哦。有我那个周杰伦的爱那么简单吗？而且老师上次你讲哦，考试很简单，我都没有去读，到最后我全部 fail， 怎么办？老师，你的 level 跟我们不一样。是我们不同 level 的，知道吗？你刚刚都很班耐了吗？我们这种波多的。我是 lecturer， 你是学生吗？可是我 based on 你们每个人的 level 出给你们， OK？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只有一个 chapter， 然后就可以放学了哈，啊，好不好？专心乖。你一个 chapter 是一整本书是吗？你的 chapter 应该 dictionary 这样厚哦。是不止，我觉得两本 dictionary 这样厚。赶时间哦，我赶时间，我拍拖哦。快点啊！快点啊！